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舞龙，不是舞狮啊，是舞龙啊。今天呢 ，Brooklyn 呢有游行活动，庆祝呢元宵节。我以为在八大道啊，原来不是在八大道，在七大道呀、啊。到前面看一下啊，还没正式举行，好像要开始了。现在才10点左右。看起来 Brooklyn 也非常热闹啊。刚才那位美女在酒店出来的，头发都好看啊，准备就绪。纽约市最大的华人医生集团啊，这些都是花车游行啊。这两位就是福建的侨领啊，热闹非凡啊，呵呵。今天啊，布鲁克林也不比法拉盛逊色啊，人也是挺多的。就这几步，不是吧？七大道，七大道没封街啊，可能待会封街吧。现在人多了起来了，应该准备开始了吧。万事如意。
良的朋友，大家元宵节快乐！啊？是哪个？这个会讲话吗？会。你说什么他就会说。不行。过来八大道了，刚才在七大道出发的。八大道真热闹啊！太多华人了，不要站在马路中间。真的很热闹，等了一个早上，真的很累啊！这些舞龙的马来西亚团队啊，多少钱啊？我 $8. $8? $8. Very delicious. 好高兴啊！好高兴啊！